好，咁啊最近拍完《飛黃騰達》啦，咁就好好彩啦，今次飾演一個角色叫做 Alfred， 咁啊佢係同之前嗰啲好唔同嘅，佢就係一個奸角咯，咁同埋有好多啱啱臨殺方嗰日就拍咗好多同阿 George 嘅對手戲，好好玩。有冇提升咗雙方嘅？我真係有啊。 因為 George 其實佢本身已經拍咗《如花》啊，咁之後《飛黃騰達》佢亦都係 main 噶啦，咁佢都拍咗好多組噶啦，咁所以同佢對嘅時候已經感覺到佢有同之前有唔同咯，係個狀態都有唔同。通常奸角都唔覺得自己係奸嘅，即係咁樣先夠黑人憎嘅，咁所以就我就真係嘗試。 我就真係嘗試發自內心咁樣去做呢一個角色咯，因為有好多位拍拍下就發現，咦，開始慢慢真係投入到咯，有啲對白係即係劇本冇嘅都會講咗出嚟咯，即係當刻嘅感受咁樣，咁就變到我都覺得 Alfred 係幾有少少賤格嘅。一開始咧係有呢個諗法嘅，即係都會諗，喂。 如果真係做得咁奸，會唔會？但我覺得其實自己俾咗，即係唔好諗咁多，反而係做好個角色先咯。有人會睇到嘅，係。你有冇走出呢個奸角？已經要走出啦，因為啱啱已經琴日已經開第二個劇啦。係拍嘅時候嗰啲，即係剪到啲真靈咗啊，或者係攞。哦，我嗰個劇，即係我嗰個角色就比較少一啲好憎靈啊，即係一啲好誇張嘅奸。 佢係笑面迎人嗰只奸嘅，係啦，即係佢有一種啱啱可能我同隔離組嘈完交，跟住第二即刻轉身就向鏡頭，就可能話啊，其實我都好同情佢哋嘅咁樣咯，即係呢一種。上面有。係啦係啦係啦。而家定劇定劇啦，係咪真係向邊第一？你仲記得？想咁。<笑> 咁即係都有一個小目標嘅，即係唔係小目標，大目標㗎啦呢個係。咁但係而家就希望一步一步咁樣去累積多啲經驗先咯。咁我覺得劇集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俾自己磨練嘅，因為有好多即係拍劇集嘅時候係好多電影嘅縮影喺入面啊。即係例如可能有時好趕啊，或者好多嘢係喺劇集裡面係學到好多。暫時其實真係要 問清楚公司嘅，咁我作為，係啦，咁跟人就其實唔到我哋擔心啦，即係我哋其實目標就係希望真係搞一個音樂會啊嘛，咁而家就係草歌階段咯，咁就因為你都知可能佢哋人事有變動嘅時候，可能 出歌嘅時間啊，因為佢哋要啲時間咁樣咯。咁但係其實佢哋幫我進行緊㗎啦，我知道。即係自用上次有傾完之後，佢哋都有話哦，首歌大概係點樣啊咁樣有講。上次表達完之後咧，有冇都俾老細即係部署錯啊？係咧。冇嘅，冇嘅，冇嘅，冇嘅。冇唔怕痛嘅，係冇嘅，冇事嘅。係佢哋係其實佢哋都有表達翻，可能係佢哋都面對緊一啲問題，咁佢哋都好大方，好好嘅。 咁但係而家就我首歌其實係有一個日期嘅，據我所知而家應該係6月13號會出嘅，係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其他變動，因為6月13號我就唔喺香港。咁但係音樂會咧進行中嘅都仲係，即係已經有個期俾你㗎啦，已經都。係咪佢哋俾咗啲嘢你揸手？或者急變之後？揸手？唔好流淚，唔好流淚。大家冇眼睛唔會流汗嘅係。 暫時就係Pixel嚟緊會有新歌啦，咁自己都有啦。咁我知道 George 都準備要拍 MV 啦。咁其實所有嘢都係蓄勢待發。但未有日期。冇錯。即係音樂會都未有日期。我哋有收到消息會喺下年嘅。係。呢度有個初步嘅形喺度啦，已經。係，冇錯。 嗰個就係嚟緊7號到14號，我哋會去台灣就拍節目嘅。咁但係
佢就13號咧會喺西門町有一個公開嘅演出咯。咁就因為佢係免費入場嘅，所以大家有好多 fans 都買咗機票去噶啦，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。就是因為準備不切，即係未肯定會不會真的出那首歌那一天，咁所以就未必會唱到新歌。咁但係嗰一天都會有很多大家未見過的表演嘅。即係會唱翻啲國語歌。會有國語歌，亦都會有廣東話歌。咁但係佢哋今次主要都是想唱廣東話歌，我有知道，即係節目組的方向嚟。開心，真的開心的。我們Pixel 即不論香港也好，台灣有機會當然是超開心啦。是啊，當是累積多些經驗，就為下一次那個 show 就作一些準備。有沒有想著真的打去台灣？這個真的沒想過，但是其實是有想過，因為現在有時出如果想唱普通話歌呢 是不容易的，因為始終廣東話才得兩首，咁快出普通話唔係咁好，即係未咁快可以去到台灣市場咯。但係有諗過嘅。咁可以將你廣東話歌有國語版㗎嘛？哇！呢一個就真係，我諗都係唔好啦。如果有多啲 quota， 都係出多幾首廣東話歌先啦。係。近排真係未有時間，因為都琴日開工都開到今朝，所以。我有聽講過話今屆係好多唔同類型都有，而且夾 band 係比較多。咁我自己係因為始終夾 band 嘅我唔熟悉啦，但係跳唱我自己就中意多啲。我會覺得大家係放鬆心情咯，真係真係咁樣。同埋要我以前未明白真係點樣享受一個舞台嘅，因為以前嘅自己可能即係我。一嚟第一個比賽就係造星啦，其實我都未係認識舞台好多嘢，咁但我覺得而家係會慢慢享受咯我自己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嘗試下享受。講咗好似冇講咁樣。唔會啊，大道理。我咪想我哋繼續。好 ，thank you。多謝，多謝，開心。